位弟兄姐妹，新年蒙恩，再次欢迎大家回到神的家，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家里的事吧。教会已在年初一为大家展览的博物馆蓝图，即让大家询问详情。若弟兄姐妹有感动奉献或任献，可缴交奉献给王美珍姐妹。另外，弟兄姐妹也可以按自己的心意与行动，为增建博物馆筹募活动献出一份力，邀请身边的亲戚及朋友支持建筑经费。支票抬头可写 Stellan Settlement Museum。下主日是圣餐主日，请弟兄姐妹们预备心前来领受圣餐。哇 ！YG 终于要开始了，你准备好来迎接这充满热情、有活力的儿少聚会了吗？还在等什么？赶快邀请你的朋友们一同来参加吧！好消息 ，SCM 课程即将在二月中开始，所推出的课程有钢琴班、吉他班、爵士鼓班、贝斯及摄影班。有兴趣参与培训的弟兄姐妹，可询问详情。在来临的2月14号晚上7时正，在宣道堂多营圣殿有 G12 小组聚会，你爱永不变，鼓励弟兄姐妹们邀请朋友们一同来参加小组。教区即将开办 WWJD 步道训练，在此之前，邀请各位有兴趣的人士加入成为导师。教区也呼吁以下的人选出席参加，尤其是社会关怀主席、基督教教育委员会主席、出埃1323主任以及布道委员会主席。凡有负担弟兄姐妹也可以一同来参加，让我们一起学习把神的爱和福音传扬出去。第三届的 Life for Christ 营会又在来临了，今年的主题是连结圣洁，日期是3月20日到22日，有兴趣参加的少年人可向黄璐家指示报名。紧接着 Life for Christ 在3月23日到25日有第三届的祷告复兴特会，主题是展翅上腾，讲员邀请了张哈拿牧师和郑慧清牧师，鼓励弟兄姐妹们积极参加这项祷告复兴特会，透过祷告让神的灵在我们的生活中动工，更多的来经历神。大家好，很开心来到大家当中，跟你们分享一些信念的秘籍。圣经说过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哦。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一说。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一说。嘿，
们打一张1块钱啊，不要忘记啊。开玩笑咩，我一定赢的。你每一年都输，你还想你赢？那你有输过？哎，每一年都输，你赖账了，每次。你看你，你看你，没有没有。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一处。哇，好多的酒啊！一起棒。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一处哦。圣经说过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一处哦。今天的家训就到此为止，祝大家在基督里有转机，2017年如鳞展翅上腾。